好的，这边是中正山扛车小月岭的小小段高绕，哇，好高的高绕啊！哇，穿登山卡踏，果然是，哦，刚好拍下来喽，果然大家千万不要去买登山卡踏，登山卡踏对这种路面也是一点都没辙的。哎呦，好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哎，第一个过来了，第二个。哦，好帅哦，好帅哦！你要帮俊达拍啊！哦，这个更帅。等一下我过的时候，帮俊达拿他的那狗，然后俊达走回去的时候，你就然后再把他接回来。对。我忘了跟大家讲。这一段根本不用扛，这段用牵的就可以了。要说啊，结果你们扛了半天。来支持一下，上卡踏吧。哦，不要，等一下摔倒就不好意思了。应该不会。可是没有办法骑很远了，来骑10公尺、20公尺。有很多阶吗？好，算了，走吧。乖乖的走。来，你先走。不过你可以不时的回头看我。到了啦，不用上车了。哎，可以骑一下哦。摔死了！哎，这个楼变了，以前是一个楼哎。有变吗？嗯，我来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以前来的时候，很厉害的，单车扛上死的。我以前就是在这边哦，很落寞的，在那边看着黄昏夕阳。还有，我来曾经来这边看过月亮，回家的时候遇到蛇。好，就这样。月光星。我自己一个人来。怎样？晚上拿手电。他代替月亮惩罚你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中正山顶的环360度的风景。那其实今天的空气品质是还 OK， 没有太糟糕，但是还是有一点雾雾的。对，那从一目了然哦，我这个手机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不是这么的好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边从哪里开始？远方的山峰是七星山，然后再过来呢，下面有个矮矮的叫沙帽山，啊，谁的水壶掉了？好，那再过来看到的呢，那个是华冈文化那一带，我们把它放近一点，近一点。好，对，就是这个，这个是华冈，然后就是后面哦，如果你看得到的话，也许会看到101，不过有点小模糊哦。然后还有哪里啊？拜拜。哎呦，真的看得到渔人码头哎。好了，反正就是台北市就对了，我就不用一一跟各位介绍了。好的，那这边可以看得到淡水出海口，还蛮赞的。好的，亨弗上来了。
Yeah! Hamburger 的 Hamburger 哈哈哈哈 Humphrey 啊 不是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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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堡的 Hum 对对对汉堡的 Hum 是是是 Humphrey H-U-M H-U-M 好不错啊那个 Humphrey 的 Hum Humphrey 嗯还不错中正山小月林还蛮成功的上到这边来哈哈哈哈没礼貌就叫韩福瑞就好对啊，韩福瑞是直译的吗？